这米香，天个人买瓜就对卡当员讲一个啊。回过头来，先看看我们的生活。我们要让挖落去，这较重要啊！马政府上台，农村再生，精致农业可以带领台湾农业摆脱衰败吗？两岸开放，农产品自由竞争，台湾农业真能撑得下去？周日晚上七点，有话好说，南部开讲，一起了解马政府上台周年农村的燕子飞来了吗？